Hello，大家好。今天我们来聊一下你最喜欢的水果。水果，什么是水果呢？这个就是苹果，还有葡萄，葡萄。还有鸭梨，梨，还有香蕉，香蕉，还有西瓜。西瓜，西瓜，用一把刀，刀把它切开，就能看到红色的果肉。这就是西瓜，还有什么水果呢？我最喜欢吃的水果是香蕉。香蕉，我们吃香蕉需要剥皮，像这样。香蕉好吃，还有榴莲，非常的臭。但是喜欢吃的人觉得非常的香，还有菠萝，菠萝 ，like this。还有橘子，橘子，还有剥橘子，剥橘子 ，is。你最喜欢吃的水果是什么呢？可以告诉我吗？还有什么水果你没有见过，但是非常的常见在你们的地方？还有猕猴桃，猕猴桃。把它切开，切开，你就可以看到，绿色的果肉，猕猴桃，也叫奇异果。绿色的
非常的好吃。你也可以跟我交流你最喜欢吃的水果是什么。好的，本期视频到这里了，谢谢。